下面王嘉尔。有音乐吗？有，你要什么音乐？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可以吗？不行，要快一点的，比较嘻哈的。不是摇滚，老师，嘻哈的有吗？有快一点的吗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快一点吗？真的。还是刚才那个吧。接住我的心，接住我的心，抛给我，抛给我的心。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然后的那个舞，就真的知道自己和偶像的差距是有多大。来，下面李希子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带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今天希子在舞台上有吸引力，她的那个表演会让你目不转睛的看。
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面具男孩，他必须要成为这一期的第一名，他才能够摘下面具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压力非常大。请站到舞台中间。老师能给我杯矿泉水吗？好。弟弟是一匹黑马，他能够绝处逢生。反转很大，本来没以为他唱得那么好听。在这里要宣布一个消息，其实很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一直在欺骗大家。我们每期都会有一个特别大来宾，而王嘉尔是我们本期的来宾，跟我们说说你今天的感想。真是尴尬到要死了，比沙漠还干。哎哎哎，看这边，本节目是由花心、花痴、花美男都不如出来花，迟早都要还的花呗独家冠名播出。哦，你觉得是他是吗？不是他吗？我觉得他真棒，但他很特别。对，他绝对输，他绝对不如他呀，这还用说吗？我觉得就还是有空间进步。对。Welcome to Hyper Dimension。接下来我们宣布第一期超次元偶像的结果。今天我们会有三位要封印的，三次连续被封印，就离开这个节目。离开这个节目，一会儿我说三个号码。一号、二号、八号。You are sealed。三次连续被封印，就离开这个节目。我想说今天第一天真的可以用尴尬来形容。今天有些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何冰老师非常非常喜欢的选手，我们看到了短板。虽然很难过，但是我不放弃，下一次等我回来。那接下来我来宣布本期最优秀的一位超次元新星。我们认为在今天的表现当中有让我们惊艳的表现，他将得到我们本期的所有资源。我们祝贺李希泽，祝贺